接下来我们用这一队挑战一下这次的梦魇集。好，好，我们会陪你一起的，没问题，大家一起通关。我们应该要试出最好通关的那种配置吧，像这队我觉得比该稳一点，因为我们有血量的加成，再加上我们可以随时展出新珠来，因为我们刚才其实有好几关很紧张，是没有新珠，对不对？所以卡新珠就是这队致命伤了。那我们带上了最右边数来第二只是什么？露西吗？还是不对，不是露西，反正大家知道的，就可以帮你随时转入新珠。Hello， 队长，晚上好。第二关，前面是不是要洗技能？我是不是打太快？怎么感觉带了多只换一个东西，只换一个角色就变得不太一样了？哇，天降也跟着上升了耶！自从我换了配置之后，考试都拿100分，怎么回事？好扯！哇，三颗暗珠，这游戏坏了吧？哇，七星剑好久，天哪！哇，暗珠消掉两颗，怎么回事？好，啊，这天降也超逆天的，我的天哪！好，啊，他死了啦！这合理的吗？好，全部都转出来，那就没问题了吧？一二三，再转一次。好，这样哦，这样比较好转，转这样，然后再这样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等下新珠没办法被消掉哦，真低尴尬，我的天哪！好。真低尴尬的时候到了，我要这边开龙科了吗？我的一世英名就开吧，就放心去开吧。龙科就让你保险用的啊，在遇到一些紧急时候，你就可以开龙科。我带的是控场龙科，没皮卡怎么办哦？没皮卡就。我也不太清楚怎么办呢，因为我们连有皮卡都打得那么辛苦了。那如果说没皮卡的话，我只能求你祝你自求多福了。好，下一关，这个话开个泰尔莎，拼个拼鲁顿。我刚才就把那个。新珠给转掉了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太扯了！不要做会让我这么尴尬的事情好吗？好惨哦，真低惨哎！好吧，开，我看一下，开这个，好惨，好惨。好，现在这个应该没问题吧？如果他愿意让我重新的话就好了。梅纳兹跟艾尔莎怎么办？那就用露西啊，等一下我们会用露西试试看。听说露西也是蛮难解的，对不对？全部皮卡可以吗？为什么不只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全部皮卡可以吗？为什么你们这么执着全部皮卡？没事，猛，真低猛。好，这个秘技推广给大家。当你感到无助彷徨的时候，说不定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秘技哦。13 combo 过了，哇！如果有人生重来枪的话，我想就该那个样子吧。好，木珠跟暗珠进消啊，差一点又重开了，好险我有注意到，可以，有时候就会忘记。好，这个时候再开一个，
木珠也不能削啊，有点陷阱的感觉。好，这样可以。每次都要走完之后都要检查，不然很容易就是有削到什么这样子。不是时间暂停器什么东西？那个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哦。好，来到第六关，这里再开这个艾尔莎，先追打他一波。然后水珠一定要烧。这样好了。哦，这个应该可以。好，我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听到好多。然后卡星珠可以考虑开一个那个左边、右边数来第二次，我都忘记名字。好，第七关，哎、欸，其实这对比刚才配置来讲好用许多，哎，你们有这样觉得吗？真的还不错、啊。三二，开个三的。好，哦，来喽，来喽，要过了吗？更新太好了，然后我们把暗珠尽量放到旁边去，祈求不要天降暗珠啊！等一下，不要天降暗珠啊！不要天降暗珠啊！好多啊，怎么那么多啊？这游戏坏了、哦，第八关，暗。暗属性的珠子太多了吧？好吧，那我们就再开一个这个，可以啊，可以、啊，这个还行还行。诶，这样有吗？好，应该是没有，有叠珠叠到，太好了。诶，感谢瑞浩吗的75块斗内，谢谢你。穿三藏衣服的时候超适合你的，谢谢你。好。差点忘记我现在在干嘛。好，来再转珠吧。这边其实可以慢慢打的话，就慢慢打吧。哎呦 ，no！ 好，哎呦，好，这个伤害是怎么回事？好，开这个，然后再开一下这个，可以把暗珠先消掉。尽量这样子去消除，这样子好了。好，哇，这叠珠叠的不错，天降也可以。好，只是卡星珠了，不好意思，只剩一颗星珠。这是刻意要卡我星珠吗？哎、欸，过去了，太好了。他有骷髅头哎、欸，他有骷髅头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想想看，一定要开。艾尔莎了，不然有点难过。可这样就不能开这个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就刚好。可以的话，我等一下开个龙科吗？可是我们刚才就败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他血量真的好多、哦，1.8亿，怎么回事？这个血量？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好，我大概懂怎么消了。一二三，哦，蛮完美的。好，这个版面不错。等一下有的话，我们先开个龙科好了。哦，可是不要好了。消，对啊，我们等一下不要开龙科。好想开一个爆发哦，可以吗？不要好了。要吗？不要好了。要吗？不要好了。要吗？各位觉得要开这个眉笔师吗？都觉得应该是打过去吧。好，不啰嗦，我直接转了。一二三四，好。四。差两个是不是 ？OK， 自言自语王，好，这样就可以转好了，对不对？
1,2,3,4,5 加3，对，好，这样5,4,20加3，还有这么长的转折时间，你觉得我要干嘛呢？当然是来叠个猪啊，羞辱一下敌人，然后这时候我还可以再干嘛呢？不知道，放空吧，我们就放空吧，等到时间结束，一切应该都可以通关了。双手举起来，通关打起来呀！就这么轻松哇！这田将绝对去了，他绝对去了，拜拜，拜拜，跟他说拜拜。哇，好爽啊！第九关，还有比较机车的敌人。这边一开始没有那个，老实讲，我现在蛮紧张的，因为我第一次到这，希望一切顺利啊，拜托了。我们都到这了，给个机会吧，大哥。好，过了过了，没问题。如果他没有骷髅头的话，我们就魔。我们秉持着这队的精神，魔队。我们艾尔莎是魔队，然后能够魔就魔过去吧，不要开技能。好。还有 ，OK， 没有骷髅头，没有骷髅头就打，直接打，好吧，直接打，对，没有骷髅头，我们直接打一波。不啰嗦，不啰嗦，卡星珠就再说，天降多一点，耶，还不错，这波天降的也不错，哎，其实还很 OK 啊，有骷髅头了，那一个两个。这个不能开，那就这个，哇，他跳起来太好了，佛心，那我就直接来转喽。烧一次是扣多少？哎，烧一次是没有，嗯？哦，还有下面哦，好多好多好多 ，OK， 烧是扣10%，还好，所以我们可以尽力转。斜转上去。接转上去，好，嗯，我们快死了吗？也没有，好，这样，这应该全开了吧？这伤应该够吧？天降耶！准备迈向王冠了吗？好紧张，21 combo 没问题吧？哟，一切都是看天降了、啊，这边天降不好，你也是在这边死掉啊。哎，要零食嘞！我天啊，好，什么鬼东西？欸、有暗珠吗？我没有看到左右两边有没有暗珠哎。好，但是算了，我们直接来转吧。我们比斯开了嘛，所以一切没问题。好，这个二，这个五，我们开个二，开个二代表中二的意思啊，没有乱讲的，这样会不会好？我们要把新珠留下来，我尽量把新珠留下来好了。这天降好浮夸哦！天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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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失控了吗？我的左手，不要下手太重 ，OK。要过了，要临死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好猛哦，这一堆。如果说你一旦消到暗珠，你就其实就重开游戏就好了。对，反正我们也不会死嘛，重开游戏，一切很和平。好，我们要开温蒂，杰拉尔最后开，对，先开这个，这有开吗？好，再开这个，最后开杰拉尔，好，就这样子。我想要慈航送给他、欸，然后开个龙科应该就够了吧？好，我开个龙科哦，好吗？还是多一点 combo 好了。要怎么转？新珠进销哎，算了，我直接转好了啦。要天降就天降，我们就直接赌了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这可以换。好，没事。它可以转几颗？转两颗。再怎样转，应该也不会。好，不要赌这个。好想要开杰艾尔莎哦。算了，我直接转了啦，不啰嗦了啦。很紧张啊，现在。两颗光珠过去，两颗，
这样子最高效益了吧。龙科开起来，其实龙科开的有点亏耶，因为他是没有克数的情况下去打的，不过没差啦，就这样，这样至少我们还有控场 CD 嘛。好，哦，伤害够哎，哇、哦，零食没问题嘛，太好了。我这边唯一最后做的比较遗憾的事情，就是没有把木珠滤出来，不然如果没带走会有点危险。好了，临时欸，临时打法提供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其实这都要打，就是很靠运气欸，很靠天降的运气啊，所以刷起来有点痛苦。如果大家刷这张卡片，还是用解完成就了，还是去用那只比较好啊，这个打得太痛苦了。